哇，看一下排行榜，全部人都是一以上啊 ！What the fuck？ 然后我是零，哇 ！OK， 哦、OK， 就跟其他的 simulator 一样吗？就跟其他的 simulator 一样。没，也是有山丘之王哦 ，King of the Hill， 哦 ，OK， 嘿，然后左边这个力量满了之后，我就要去卖啊，出售 ，OK， 这样我这在那边不就好？看血压个人走来走去，这边有一个金币啊，有 skill， 这要两千皇冠。无限皇冠，我那边有个 shop， 可以买东西啊。哇，有气场的啊！不过都是要皇冠啊，我没有皇冠。哦，那边是升级的地方。25块。哇，有100极限，只要两米链嘛。这样我就先升光剑吧。之后就再升这个 DNA。好，叫我去找别人杀啊！Work Speed 还可以调啊！好像最高是16。这是每日奖励，哇，好多东西！那边有擂台，这是打 boss 嘛？算我去先升级一下，叫我要去打 boss， 干嘛就差3块钱屌？其实这个光剑，它有蓝色、绿色、红色跟紫色。紫色是因为那个演员想要，在看电影的时候找到他自己。看有 boss 打，我不爽，我要去打人打架。我这个速度其实才可以就提升。这个蛮像之前玩那个 Ninja Simulator 的，没有拍呀。我要成为山丘之王。所以山丘之王会有木好康吗？下面已经有人了。Yes， 连跳都跳得很难哦。我应该竞争不了木山丘之王了。我是山丘之王。我了。这是我的。我跑，干嘛？还是把我干掉了？屌你！根本玩错了。我可以把这个开着，然后火耶。我找到游戏玩法了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一会玩啊，不对，不可以一边开这个 show， 然后一边挥的垃圾游戏，喂，什么？我出去安全区了没？妈的！卖东西这边就已经是不是安全区了啊？屌的，妈的！卖东西不应该也是安全区没？不会的，这个 game，我看有人在那个卖东西那个地方啊，我马上冲进去打他。那边也有一个山丘之王，是我的了，哼哼，嘿嘿嘿，我要去竞争更高的山丘之王，那边呢？妈的，我去竞争那一边呢。我是山丘之王。现在是我了，把他的旗给降下来。就是要抢这种没有人的地方，以后我可以跳更高啊，我就需要跟上面哦。这边又是哪一个山丘之王啊？妈的！可以打了，把他们先跑掉哦。他们知道我们打完 boss 了过后就马上过河拆桥了。我要去竞争。那边的山丘之王一直是我，那我就可以一直拿那个皇冠。应该是到这边来。这边哪里有什么山丘之王给我？我可以去，我可以买 skill 啊。我可以买一个2000的哦，我可以跳多一下了，
我跳多一次啊，一二三耶！我跳得更高，我想要更长广剑呢。嘿，这边没有人，我可以趁机抢。Guess 我，嘿嘿，不是因为我厉害，而是因为这边的地方也太少了，没有人想来。上面有更高的世界，我三个起啊，现在。还是我去竞争那个山丘之王啊，不懂山丘之王是不是更多啊？这是什么传送门啊？哦，应该是上面有更多这样的传送门，然后如果以后就是我解开了以后，我就可以飞上去，不然我就要跳上去很麻烦啊。看有山丘之王，好像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人啊。哇，有人占据16.857 M 哦，米勒秒啊。16 million 秒是多少？等一下我去算了。哎，嘿，哎，我在那边能可以拿到这个皇冠哎。哇，这样我就站在那边就好。我想杀人呢，但是这边的人他们都不会出来的哦。哎，这边有个秘密通道，只是上去的道路吧。被爬的，飞不上去。我可以飞到那个岛上面。嘿 ，yes。然后那一个岛，不可以。那个岛可以吗？差一点点。算了，下次啊。反正这游戏就是。跟其他 simulator 游戏一样，通过点击获得比如说这个力量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升级你的道具啊，升级你的容量啊，然后钱啊继续升级啊，然后还做多了一个就是打 boss， 千篇一律啊，所以拜拜。